这是在下雪吗？我的天！都不是气狗，招雪样，就是看着是片状物，白色的。那个场景很短，应该就四五分钟，之后就开始正常的下雨了。车砸的，砸了几部车，好吓人！这个树太大了，小号人在上面啪啪啪啪。哇，这个人从树堆里面钻出来没事，真的是走运。那么大的树。这么大的树太吓人了，刚刚才倒，这棵树好大呀，好吓人呐、啊！这摊车都压扁了，刚刚里面有一个人，
就这个女孩子从树堆里面爬出来居然没事，真的是走运。你要站在下面排队就很多人了，是吧？阳光无小，对面这一棵大树，哇，好厉害，车都砸了，哇，好厉害，哇，砸到人了吗？树那么大呀，你再等一下我看一下，你再等一下。我的妈呀，这树那么大都会烂掉啊，我的妈呀，不知道有没有人了。乖，这树刚已经忙着刮断，声音好大，才扎着了。哎呀，天哪！不知道人有没有扎到，那么厉害啊！那小摊车都砸了，好吓人了。家家的，叫文龙那边来啦！啊，怕白了，对文龙。叫文龙那边来的哦，家家的怕贵了。怕贵了嘞，这全部拿去给要贵啦，莫给你丢，你有冇奖么你啊？哦，莫给你扔个大毛奖都给你么你啦？哦，不拿怕贵了啦，不拿怕贵了啦，我也就绝对怕不了了，给你傻逼啊！无情的风，无情的雨，不管你到底相不相信，只要和你在一起。是我唯一，无情的风，无情的雨，风雨夜里陪你哭泣，梦已走。台风过后，这个外面完全变了个样，前两天还好好的，现在变成这样子了，都倒了。所有的香蕉都逃不过，又得从头再来。香蕉园的房子呢还在，不过外面的两个棚已经被吹走了，房顶好些瓦片也脱落了，我以为这几个风扇顶不住，没想到啊，房子呢影响不是很大，旁边这间房子有点顶不住，乱七八糟的，墙已经裂开了，不能住人了，差一点点就倒了。台风来的时候很多鸡没有抓到，现在没听到动静啊，当时只抓到了几只小的，现在还在这里啊。我的好美的香蕉啊，我没了。苹果蕉是连根拔起，红美人呐，啊，多漂亮啊！倒的都是，一颗都不剩了，好多都像这样。里面的草原呢，都是有吃不完的食物了，我得赶紧把像这一种的寄过去给朋友，不然就白费了。你看这种，把这个挖出来，应该能种活吧。哎，看看这些都没用了。哎，旁边的各种瓜果蔬菜也没了，这边上千亩的百香果，从果子上来看，再过个十天左右，中秋节前后吧，大部分都可以收了，可惜了，全部掉在地下都没了啊，一排排的，这边也是啊，兄弟们。
损失太大了。唉，看着这些果太可惜了。现在吃的话，像这种估计有点酸，不知道这颗怎么样，这颗可能坏的。旁边的火龙果似乎影响不是很大，谢天谢地啊，没看见掉的。这里就是菠萝的海，这两个大菠萝倒了，这边被吹歪了一个，整条路都被树给挡住了。啊，这里是个矿场，顶盖都没了，很多房子也是顶不住的。铁皮啊，直接飞到菠萝地去了。菠萝比较矮，影响没那么大。木薯也顶不住，断都断完了。高粱浆影响不是很大，甘蔗已经全部倒了。啊，信号塔那个真的不在了，路边的广告牌缺失了一半。台风扫过的地方，各行各业都遭殃。希望大家这一次都能扛得过去吧。现在的网络基本上已经瘫痪，来自全国各地支援的朋友，你们也要注意安全。华侨小区，这水要涨上来了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
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